是一件哺乳的上衣，它的来先给你看它的一些细节，它是做你那种假两件式的感觉，里面是配一个黑色，它就是很隐藏的哺乳方式，是上掀的，所以你就算是没有在哺乳的人，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因为它就像那种假两件式的感觉。它这边有做这样子的圆弧，我说它圆弧版，然后里面这个补块是这样的，它的开口很大，对，开口很大，而且做黑色的蛮特别的，就比较不容易透出那个洞。对，有时候如果补没开好的话，那个洞都会有点明显。但是这个话就不用担心，因为里面是做黑色，黑色的话它这边的话也是做这样比较，就是有点层次感，是有做一个这样子的，就帽 T 的这种感觉，很可爱，而且很简明，然后它就是。很轻松舒适，可是它应该有做假两件的感觉，就好像你有多搭一件哦，就比一般的像你看，如果一般没有这一片，就更普通一些，对，多一点层次，多一点层次感，对，而且也是有实用性，因为它是可以哺乳的。然后厚薄度，我觉得这件很薄哦，它是有点像竹节棉的那种，所以会比较凉。哺乳妈妈最怕热了，